成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蟋蜢指环虫是指环虫科指环虫属的一种动物，虫体体长为 0.897 至 0.937 毫米，宽为 0.187 至 0.220 毫米，身体呈烟球形，后吸气具有二片连结片，边缘小沟发育良好，明显分出柄、柄轴和沟间基突三部分，连结片中部和两端明显扩深，有时在下端中部可见一丘状小突，副连结片呈三角形，前缘向两侧伸出二臂，后端有不同程度的皱褶，边缘缺刻，分布于中国大陆的福建建宁，寄生于四合的鳃，危害该鱼生长，是一种危害四合的动物。